在上位哈，请多多指教。哎，大家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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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们来到台湾八年啊，是的。我觉得呢，今年的台湾特别热啊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我每天开冷气啊，是的。但这样有点担心会感冒啊，是的。而且呢，我们不知道感冒的时候去哪一间医院比较好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等一下了，怎么了？你医技学系的而已吧？啊，是的。系的个屁！认真听我的话。我认真听哦。那我推荐给你一间老诊所。老诊所？啊，因为呢，老诊所可以开那么久，一定有原因，对不对？确实，确实。但我有点担心呢，他们讲的专有名词，我会听不懂。那我们还是要练习一下比较。哦，练习 ，OK。我可以演老医生的，老医生 ，OK， 麻烦你哦。太老了吧？太老，太老，好老，这么老的医生吗？太惨了吧？这里不是你的诊所吗？你好，怎么了？吓死了！哎，你看到我吗？太恐怖了吧？你是鬼吗？没错，我是日本鬼子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要自己讲啊！这个好笑，开玩笑的啦。我今年95岁耶，我95岁，所以眼睛看不到，耳朵看不太到，那不行吧？可是看症的话没有问题的，真的吗？从91年前开始，也等下了，哈，你才95岁吧？哈，那你从5岁的时候开始当医生吗？那个时候是那样的时代，没有那样的时代呀，你认真一点啊，先生，你今天怎么了呢？啊，我头痛，好像感冒了。那么我给你感冒药试试，试试，咳嗽药试试，闭上闭眼用试试。唱歌哎，哎呦，不要试试哎，试试在外面就有买得到哎。那么ありがとう若元。若元也不要，而且若元是胃药吧。那么日本一番大吉是人气，不是药啊。啊，了解了。拜托啊。那么我听真哦。啊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有问题吗？你有脉搏吗？有啊，没来就死了吧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听不到，所以自己听听看。我自己听，太奇怪了吧？哎，有啊，你有脉搏，这样 OK 吗？太随便了吧？那你帮我听看我的，我听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时候没有脉搏，太恐怖了吧？好了好了，啊，别担心，有啊，试试。干嘛？这太危险了吧？我也有脉搏，这无所谓啊。可是别担心哎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护士了。护士，妈妈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要去你的地方，不敢去吧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不是，是你的妈妈啊，她是我姐姐。你不是，你已经是95岁吧？好了好了，接下来我想看你的嘴巴哎。啊，嘴巴，把嘴巴张开一点好不好？啊，好了好了。啊，好臭，太没礼貌了吧？你今天早上假赛了吗？怎么当然假赛呀？你觉得有这种人吗？我第一次遇到，这不不是啦。是吗？那接下来我想看你的屁股好不好？屁股？这个需要吗？这个很重要。哦，心脏 OK， 颜色也不错，漂漂亮的。干嘛？这个有意义吗？这个是一点个人兴趣而已。兴趣而已啊，太糟糕了吧？我都偷拍照了。不行啊，等一下在 FB 上播出。绝对不行啊！我有连续的粉丝团，叫做卡哇伊屁屁。卡哇伊屁屁啊！了解了，我想要在屁股打针啊！打针啊！哇，有点可怕呢。啊，不是吗？那手臂，手臂的话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给妈妈可以吗？医生，等一下，你的手一直在抖哎，这没问题吗？啊，不用担心，只是停不下来而已。那有问题啊，不行。啊，那么我要喝酒精哎，喝酒精。酒精的话，我的抖一抖也是会停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，75%的。75%，那个小子的时候的酒精，酒精可以喝吗？75%酒精，不行吧？不行吧？不要了，这不是酒哎。体温正常。真的喝酒精？真的喝酒精？哪里的哟？喝太多了吧？喝太多哎，喝醉了吧？这就是4000年有历史的醉拳打成的，没有这样的历史啊！我问
的犯了药哎。白搭呀！吓的，这不行啊！我是外国人去看医生，这当很难哦。是你自己的问题吧？谢谢大家。好轻松。他们两位啊，就知道他们这个合作这个默契，太有默契了，超过十几年以上了。你们两个一起表演多久了？差不多12、13年，十二三年都不会觉得想吐吗？对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想问别的，哎嗨啊，为什么不考虑找别的搭档呢？我们台湾只有他一个人而已，相依为命。找不到别的。你们在日本有表演吗？有学？在日本也有表演过。来，苏红你怎么看？不错不错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也适合来演我们台湾 X 档案，因为刚好有两个日本大毒枭的一个剧情。如果再加他们两个，每一个都可以演你们台湾 X 档案，那你们这个剧有机会破纪录。破什么纪录？你知道吗？什么纪录？演员比观众多。看到就瞎进去。你们后面统统去演台湾 X 档案，加入加入，全体演员列表，但 roll 两个小时都有，对对，压出来。我很好奇，就是因为你刚笑到岔气啊，我没有，导播拍到你是弯了腰在笑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段子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可是因为我在想说，你们是日本人，那如果真的表演给台湾人看的话，会不会有人没办法接受？因为日本跟台湾的笑点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来台湾就和认真学习，台湾早餐店的笑话。对对对，那个很好笑。警察伯伯，早餐店的那个也学。对，有的台湾朋友推荐给我，但是我越看越看不懂了，对，抓不到。文字还是有差异嘛？对，是是是。结果呢？结果是，例如那个，一加一不等于二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一加一不等于二。对，这个正确答案是算错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好笑在哪里，笑在哪里？因为算错，其实蛮好笑的。请问一加一为什么不等于二？原因是因为算错。算错ですね。びっくりした。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把那早餐店砸了。而且那个包装怎么会看不懂呢？包装这……对，仙哥，仙哥，刚刚那个一加一不等于二算错哈，雅竹已经笑到快哭了。叫做知音难寻，好不好？ Okay, okay, 你们太太们两个今天表演完毕之后搬到杨雅竹家，铁粉铁粉，雅竹等一下会丢2000进去啊！哇，这也好笑。